那现在时间是113年2月4号2:09哈。2:09对。我们那个用这个拘票哈，把你拘捕。那依照那个，我刚才告知你权利啊，你涉嫌强盗跟伤害案。一得保持沉默，无需会被自己记者为陈述。二得选任辩护人，如果低收、中低收入或原住民，我可以请律师吧？可以，你可以请求，也可以。如果你有上诉身份，可以可以啊，一定让你请律师的好不好？哎、欸。你这，我可以请律师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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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请的话，我们可以帮你找法服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是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核发的拘票。强盗为什么是强盗？你先听我念。